160吨动物油熬炼设备正在制作中，这其中的一件设备是动物油熬炼锅，总共八台，这是其中的一台。160吨动物油熬炼设备油渣分离挂板正在制作中，160吨动物油熬炼设备原料输送挂板制作完毕，准备发货。这设备是我公司自主研发生产的负压真空熬炼锅。